好，啊，我们看一下哈，这个第七题呢，哈，像这一页，哈，这一页的话是题目啊，啊，那这一页是答案啊，我们看一下这题哈，这个我们这个过门端子哈，这题很特殊，就是第七题呢，啊，你只能够按照顺序，什么意思？我们过门端子不是有好几颗，就是锁那个锁螺丝锁那个押解端子的地方吗？好，你看一下，这个是诶 TV 三之二 ，TV 三之三，三之四有没有 ？TV 三之四 ，TV 三之五哈啊，这个就是啊，像 TV 的这个第二颗啊，第三颗。啊，第四颗、第五颗，它是照顺序的，啊，就是这一点就是这样，你不能够乱跳次序，那就错了，好，是这样子。好，再来器具的话，一定要在正中央，啊，就是刚刚讲的器具一定要摆在正中央，所以你旁边铅笔这个线啊，你不能擦掉，你擦掉它就看不到了，啊，所以要留着这样子，啊。好，再来的话，评审表这边有评审表的话，哈，这个同学再自己看一下哈，我们再看一下，接着，啊，先停。